阿姨，阿姨，哎，有人敲门，你快开一下门去。萌子在家呢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姐就是来看看你。看什么呀？你快拿你东西走吧，我一会儿还得陪客户吃饭呢。你怎么还坐下了？你看人家弄得美里美态的，赶紧走。哎，不是，姐就是来看看你，这不从老家给你带了点柿子过来吗？带什么柿子呀？我不稀罕，我这什么东西没有啊？快拿你东西走。哎呀，萌子，你看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看咱妈了，咱妈可想你了。咱妈的事儿，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有数啊，就不用你管了，你快走吧。姐这刚来你就让我坐，姐也想你了，想多和你说会儿话。你快起来吧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呀？你看你这身上那么脏，又脏又臭的。真是的。姐这身衣服今天早晨刚洗干净的。你是不是看我现在开公司了，当了大老板了，就想来讨好我，巴结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稀罕啊。赶紧拿你东西给我走。没有萌子，姐就是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不是以为你是什么大老板，姐也没什么事儿要求你，就想过来跟你说，让你抓紧时间回家看看咱妈。说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心有数。有你这样的姐姐，我真丢人，我都感觉。赶紧走吧，行不行？行，那我走了。这东西我放这儿。不，东西你拿走，我不稀罕。拿。哎呀，这是咱妈特意让我给你带的。姐先走了。阿姨，阿姨，来，把这东西给我扔了。看着阿姨。喂，喂，崔总啊，怎么了？啊，何总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哎，我正好想下午找你喝酒的，怎么了？你说。哎呀，我那个公司，我公司破产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呀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我就是我公司。我公司破产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，帮我度过这个难关。喂，喂，哎，我这听不太清楚，等会儿我给你回过去吧。不是，何总，何总，什么人呢这是？喂，漂亮。喂，萌子，你是打电话找我一起去吃饭吧？问。哎，最近又开了一家新餐厅，不错，咱们一起去吧，正好你请客。不是，那个漂亮，你听我说，我找你吧，有点别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我最近公司遇到点困难，这个资金周转不开，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，帮我度过这个难关？哎，你放心，只要我把这个难关过去了以后，我赚了钱，我加倍还给你啊！你看，不是，那个你也知道，我的钱都让我买衣服和包包了。那个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啊。哎，漂亮，漂亮。
谁呀？阿姨，开一下门。大叔，你找哪位啊？这是这里吧？这是蒙子家吧？啊，对，蒙子他在里面做饭呢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你是谁啊？我是他朋友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这孤男寡女的在一起吃饭，你这是狐狸精！你这人怎么张口就骂人呢？什么人呢？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给我让开！不是，猛子。